哈喽啊，家人们，最近皮肤还不错，我去吹个头发，最近变白了很多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变冷白皮的秘密，就是用了这套网红水乳，流动性好，一抹化水，牛奶质地，丝滑不黏腻，很好吸收。使用时把水和乳在掌心混合，打圈油开按压上脸就可以了。上脸的时候香味特别治愈，很好吸收，用完滋润不黏腻。脸蛋圆乎乎的，而且很温和，皮肤太嫩了，家人们，像喝饱了牛奶一样圆圆嫩嫩的，脖子也要涂，不能造成太大色差。我用了不到一个月，皮肤明显提亮很多，整个就是又油又圆又白嫩的牛奶女孩状态。夏天快到了，卷起来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就分享到这了，拜拜。